卤鸭，酱鸡腊肉，松果小肚，晾肉香肠，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是江米让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汁点卤子，山鸡兔脯，菜焖银鱼，清蒸哈克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蟹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炖儿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油卷，是卤煮寒烟，卤肉鲜活。恭祝圣上万寿无疆！千里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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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境界阎王张敬堂啊？没错，他的那条舌头据说能尝出牛的祖籍，品尝出鱼是否交配。客官，不好意思啊，今儿打烊，只要菜做的有一点点瑕疵，不好意思啊，两句话立马掀桌子，那店家一点辙都没有。豆花渣啊，不卖了不卖了，今天的豆花不新鲜，不卖了。包子包，您叫谁呢？我不卖爆肚了，我那个我改卖鞋垫了。哎，你要不要来一碗？呸，来一双。你们是赶早？赶早？哟，李大宝，这儿这么早关张的呀？我妈今儿生孩子，提前休息。你爸都死了三年了，你妈跟谁生孩子？你管着吗你？你家街坊一定姓王吧？嘿，咱看看，今儿这进阶阎王又掀谁家的桌子？小公子啊，你们家也是百年老字号，就这么砸了，哼，怪可惜的。张敬堂，鲜鱼口也是要做生意的，你三天两头过来搅和，没事就掀人家桌子，你凭什么那么霸道？呸！就凭我这条吃遍天下美食的舌头和咱们琴行百年老规矩，有什么不对？桌子我就得掀，不结账。好，张敬堂，你敢不敢跟我仙福楼打个赌？我虽然混，但我拒绝黄赌毒。如果我能做出你这位人肉饕餮都挑不出毛病的菜，以后就不许再找鲜鱼口琴行的麻烦，影响我们做生意。那要是我赢了，有什么好说？我仙福楼的百年招牌送给你。神秘，退到巷子里，这里由我来。刀工倒挺讲究，可是鱼肉的处理光漂亮可不行，还得细致，一点点残留的血和内脏都会影响鱼肉的口感。这么粗暴，肉一入锅肯定散掉。石头，不会让我吃石头吧？熟呢。
品尝我的火山鱼片。什么火山鱼片？不就水煮鱼片吗？好像鲑鱼游弋在岩浆之中，这么薄的鱼片竟有如此酥脆的口感。火山鱼片烂而不燥，麻而不木。古人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能把鱼片的鲜滑之嫩做得如此完美，你究竟是什么人？记住了，我就是仙府楼的少东家兼大厨萧苏。爷爷们，大汉子，怎么样啊，张爷，您是掀桌子呀还是付账啊？哎呀，掀呀，掀桌子呀，萧苏，你厉害，我服。从今以后，我张敬堂再也不来鲜鱼口掀桌子。不过这火山鱼片儿，能不能再来一份？张爷，里边请。啊，哎，快点让你看，让你看。好嘞，好嘞。仙福楼。放心吧，一文钱也不会少你的，抠劲儿。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谁跟你亲兄弟啊？我可是大闺女，好不好？大闺女？就你？快把你那柴火腿给我收起来吧，免得别人再给看见了。这是我家后院，哪有什么人啊？嘿，大白天还有人穿着夜行衣在我地盘闹事儿，这是厕所里打针找屎。把他给我！哎，你小心一点！没事。英雄，你没事吧？我没事。英雄，英雄，他们过来了！英雄，哥呢？正主在这儿呢。刘公子，这就是我的豪宅。哎，说你呢。啊，来了，快点，没看我背这个人吗？过来帮忙开个门啊。啊啊啊！你这是抢占了哪位官员的宅邸啊？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张府。那怎么这个样子呀？不怕你笑话，都是被张爷我败掉了。败的只剩下一个宅子？吃呗，我虽然混，但我这是祖宅，祖业不能卖，所以才高是霸王餐。不，品评美食为生。
那在河下山好之前，还要多麻烦赵兄几日了。嗨，客气什么？江湖儿女，江湖救急。河下姑娘，你感觉怎么样啊？要喝水啊？我这就给你倒。哎，你们家怎么还住着一个乞丐？这就是袁公子你小人眼拙了。别看我师父造型堪忧，那可是有真本领的。来尝尝，谢师傅。哎，哎，哎呀，这牛柳松软又不失嚼劲，配以黑椒来调和口味，又用荷叶包裹，保持了牛肉极容易散发的热量，好吃啊！怪不得。你可以靠美食品鉴为生，原来家里住着这么一位厉害的厨王啊。这老家伙是我从街边捡来的，平时有点疯疯癫癫的，但做东西特别好吃，不然我怎么会喊他做师傅呢？你这是为了吃也算是空前绝后了。哎，师傅啊，你这铲子哪来的？哎呀，隔壁王府园丁那儿借的。哎，你们俩吃出来没有这泥土的清香啊？哎，哇！啊啊啊啊！你干什么呀你？装什么猪啊？太阳晒屁股了，你肚子不饿，何家姑娘还饿着肚子呢。掏钱做什么？真不讲究，咱们按规矩来。伙计，哎，来了，把你们大厨给我叫过来。好嘞，好嘞。哎，来了。哎，张公子，你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和尚楼的招牌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这荣香凤尾是秘料腌制十二个时辰，再文火慢炖十二个时辰。这是什么？老张，你到底知不知道荣香凤尾是什么意思？就是骨头和鱼肉都酥脆的融为一体了。这骨头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呸！你们这荣香凤尾根本就没有十二个时辰，最多两个时辰，承不承认？两个半时辰。这公子您息怒，要不这桌就给您免单了。免单就完了。那您看着呢，我还有很多菜没品鉴呢。哎呦，您瞧瞧我这脑袋，您放心，那几个菜我这就给您打包去。快，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那边。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嗨，赈灾呢。走，带你去看看。都有都有啊，别着急，都有。给。还张啥？这不就是卖包子吗？哪里算是什么赈灾啊？大嫂，哎，你看看价钱，跟赈灾有什么区别？一文钱五个。还真是跟赈灾没什么区别，不过不怕亏本吗？这自然是赔本的。那为何？嗨，你不懂，那些包子啊，都是剩饭剩菜做的。剩饭？这剩饭能吃吗？公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外面那些穷苦老百姓可没您这么娇气，对他们来说，所谓生活就是活着罢了。更何况我做包子用的都是官老爷们连筷子都没动过的菜。这总比端去喂猪强吧。张敬堂，听了吗？张敬堂，你给老子滚出来。张敬堂，我这一会儿不在的功夫，你就跑到何畅楼掀桌子去了，是不是？张敬堂，张敬堂，你不是说不再掀一口掀桌子了吗？何止放屁呢啊，这不是丁老板吗？这今天白日的你在做什么妖呢？掀桌子哪有的事儿？张敬堂，我看你这张嘴不仅会吃还会放屁是吧？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嗨，那不是梅仙吗？张敬堂，你这张嘴就是一肛门，铁齿铜牙，我也懒得跟你废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仙福楼是穿一条裤子的，我要向你挑战。挑战？走，站住。但是这次挑战的规矩和你们那次做戏不同。好啊，你想怎么比？咱们来一次田忌对决。没问题。那就劳烦萧大厨给咱们做一个评判。小二，上家伙。什么是田忌对决？田忌对决来源于田忌赛马，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规则，各自挑选两样自己擅长或者对方不擅长的食材，调味料随意选择，各自料理出一道菜。敬堂这么贵，应该没问题。这丁大宝可是合唱楼的大厨，张敬堂只是舌头好使，从来没见过他做菜。论料理的经验来说，这张敬堂怎么也赢不了。萧大厨，张敬堂，请吧。开始吧。您先请。好啊。这个选料对敬堂有利，大部分北方菜都需要用葱炝锅，这是基本。袁公子，和夏小姐已经让我们接回府了，您也离府多日，国不可一日无君，还是请您随老夫回府吧。辅料选择干辣椒，丁大宝好聪明，这样就限制了菜的口味，只能是辣。花生配上辣椒和葱，难道张敬堂要做油炸花生米？不会吧。小子，咱们回头再见了。你们不可迁怒于何夏，我随你们走就是了。请吧。咱们开始吧，张大师。坏了，说张敬堂就算不会厨艺，也知道鸡和花生从口感上是完全相克的两种食材。我只听说四川有人能把鸡腿肉炸至极其酥脆，跟花生放在一起还可以搭配。可以张敬堂只懂得料理，完全不会料理的话，他根本无法完成难度这么高的菜。厨艺之道在于心，这个心既是内心的心，也是心意的心。如果所有的菜都来源于菜谱，那绝不是一个好厨师。
张敬堂会出狱的。原来他不只是个吃货。行。麻、辣、香、酥，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川菜辣子鸡，果然口感一流，和花生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嗯，酸、甜、辣、麻。鸡胸肉软糯轻柔，花生清脆可口。你竟然把这四种完全不和谐的味道融入到一道菜中，既能轻松分辨，却又相得益彰。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拜大宝所赐，我临时起意做的，所以就叫做大宝鸡丁。这什么大宝鸡丁？这道菜无论从口感和味道上来说都是相克的，怎么可能会好吃？怎么样？辣子鸡是我偷学的。你这道大宝鸡丁是你临时起意想出来的，厨艺和造诣确实在我之上，我认输。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师傅，乖！你竟然会厨艺，害我白替你担心半天。我家里那师傅是白养活的。哎，袁公子呢？哎，刚还跟我在一起呢。这俩人咋还一起丢了呢？真吃完饭打厨子，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何夏姑娘，你到底去哪儿了呀？张敬堂，张敬堂，你快跟我走，快跟我走！烦了你了，直呼师傅命坏。你快别闹了，现在出大事儿了。还有什么事情比你师娘丢了更大？仙福楼出事了，你要再不过去了，就准备给苏苏、萧子苏收尸了。哎呀，我知道她是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别管了。哎，萧子苏，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能看的东西被她看到了？要以身相许啊！哎呦，圣旨，嗯，御厨，嗯，比赛，嗯，那关我什么事啊？我是女人啊。女人怎么了？哎呀，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当年为了从我爹手里接手仙福楼，我一直女扮男装坐镇后厨。可我若是以女装出赛，这仙鱼口上上下下自然就知道我萧子苏其实是个女人，这是欺民，我仙福楼的声誉将一败涂地。可我若是以男装出战，这可不是欺民，这是欺君。那怎么办？总不能我替你去吧？别闹啊！你女扮男装是欺君，我替你去就不是欺君了。哎，不，这可不一样啊！师傅，你看啊，如果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你是啊？我的意思是，至少咱不怕被搜身呢，咱们进得去，咱们呢要求也不要太高，不求御厨，只求不丢人。你怎么去啊？我是和尚楼主厨，这事儿人尽皆知啊。作为你徒弟帮你打和还行，但是肯定不能代表仙福楼出战呢。糖糖，你看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我答应你，如果你帮我度过这次难关，我就
我就以身。不要，不行！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宫中斗扇规矩，食材可以自带，也可以用御膳房准备的。哎呀，走了。这里就是斗扇厂，从明成祖建斗扇厂至今200多年的历史，所有的皇家御厨全部都从这里走出来。走了。众人肃静！你们是全国四家最著名的酒楼推荐来的厨师代表，这是中华厨师的圣地，同门答谢。小点声。皇家斗扇厂，从这里胜出的人将获得厨师的最高荣誉——皇室御用厨师。这里没有规则，没有限制，只要你们能做出最好吃的菜。诸人出位，祭火。诸人归位，有请本次御厨选拔的评判，安郡王。这人谁啊？他是皇上的亲叔叔安郡王岳乐，此人不争权不好色就好吃，吃过的山珍海味比你多多了，嘴刁得很。我说都愣着干什么呢？啊，是嫌时间充裕吗？还不开始啊？哎呦，大竹竿子起来了。你有病啊，还有时间看别人？不疼呐。停。哎呀，不是，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做面的王爷。啊，做面。哎，他用那个地方给本王做面，是想让本王受他胯下之辱吗？你们出局。不是王爷。你别看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做？现在开始。这是什么？秘密武器。这里面都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晾晒的干货，鲍鱼、瑶柱、干贝、鱼胶都是稀罕货。就算你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姑娘，有了这两样法宝，我仙福楼的招牌保定了。好了。
哎呀！你做的这是什么呀？啊，这是用最上乘的寻龙鱼做的刺身，口感和嚼劲都不同于一般的海鱼。生的？是的。你以为把这些生鱼切吧端上来，你就是厨师了？啊，开什么玩笑，出去。哎，王爷，您尝一下行吗？少废话，滚。王爷，我们的菜好了。快点啊，若是想做出极致的汤品，莫过于老汤之法。老汤已经数年甚至百年，不用调味便可称为极品中的极品。意思，有点意思啊！晋级，多谢王爷。不是你这，禀王爷，小人做的是清水一碗。大胆，竟敢藐视王爷！来人呐，给我拿下！慢，小人不敢愚弄王爷，还请王爷和屠门大人尝过之后。在惩罚小人。没想到这么一碗清清的汤竟然饱含着浓郁的海味儿，而且它各种海味儿在王的嘴里荡来荡去。你是怎么做到的？回王爷，秘密在这里。全是干货，难怪会有这百年老汤的滋味儿。仙福楼晋级。哦耶，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第一场，还有电视呢。电视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谢皇上。皇上，他们就是秦御坊仙福楼的代表。哎，英雄。这仙福楼的代表看来是被朕的英雄气概所震慑到了，不过不要紧张，殿试的题目并不会太难，要想当御厨，不但考验你们高超的厨艺，还有过人的味觉和参透人心的本领。味觉上菜。朕这儿有一道美味，请各位品尝一下。这什么鬼啊？这炒饭如此诡异，不可能出自御膳房之手，怕是皇上亲手所做。
诸位还在等什么？番茄的酸中和了苦瓜的苦啊，哎呀，甚至让辣椒的辛辣转换成了甘甜，妙，实在是妙啊！我得再来一口。不止，还不止啊！这个望之生畏而食之如醴，色如墨而味却如酒，清风皓月也改变不了其锋芒，阳春白雪也衬托不出其高洁无瑕呀。此碗炒饭堪称摄魂，实乃美食之大成所在呀。这玩意儿也能叫炒饭？猪都不吃。做这东西的人肯定是想谋害皇上。草民建议皇上把这人抓起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这做的也太……朕做的太创意非凡，气势磅礴，恢弘浩瀚。现在找我晚了点吧，你们就等着死吧。朕之前提醒过你们，本次的殿试主要考验的是大家过人的味觉和参透人心的本事。今天只有张爱卿参透了朕的本意，所以今天的比赛入选者就是仙福楼的代表。还不快行！谢主隆恩。食材另筐装。张敬堂，这马上就要出菜了，你不帮着做菜，这是下饭什么？这些简单的菜色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这里每一位御厨都是通过斗善场的考核才走进这红墙之中，请问你张玉又有什么特殊的呢？我是皇上经典的御厨。你不过是靠陈年干货煲的汤和小聪明骗过了圣上，不要以为圣上钦点了你，你就可以找着北了。这里不是你家仙福楼的后厨，这是皇宫大内，是我图门达仙的地盘，一切都得听我的。哎呦，这皇宫大内是您的地盘？那您的意思是我威名神武的圣上和母仪天下的圣母皇太后都听您的了？你好大的胆子！图门大人，阁下小姐，图门大人客气。阁下，我只是婢女，怎受得住大人如此大礼啊？哪里的话，阁下小姐，虽身为婢女，但自幼与皇上青梅竹马，又深得孝忠太后宠爱，名为婢女，情同兄妹，老臣自然是要讲究礼节的。大人言重了，皇上让我来取些糕点。好，我来。阁下，我陪你送去给袁公子吧。哦不，皇上。张敬堂，放肆！你自个跟。图门大人，你就让他跟我一起去吧。我们本来就是旧识，我爱的。啊，好的，阁下小姐。阁下，没想到这袁公子竟然是当今皇上。你那么聪明，之前没有看出来啊？就顾着看你了，哪有时间看他？
你看我干什么？看你好看啊。你对所有女孩子嘴都这么甜吗？当然不是，我只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嘴甜。何夏，你全名叫什么？我是满人，郑白起，我的全名叫齐家何夏。哇，名字真好听。嘘，养心殿禁止喧哗。哦，走吧。皇上，于成龙乃是汉人，两江总督一职，事关国运生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明相，朕之前早就说过，大清若想千秋万载，就必须民族平等，满汉相融。朕用于成龙，并不是因为他是满人还是汉人，而是这个位置非他不可。皇上此言差矣。大清国运昌盛，若让汉人掌握实权，即便现今没有异动，长此以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那时，我大清将岌岌可危，望皇上三思。何夏，你怎么能抢走我的初吻呢？明相说的有理。既然如此，不如明相举荐一人，朕连国玺也一并送到明相府中好了。大胆！哪个宫的小太监，竟敢在此偷听圣训？明相，早上好，我不是小太监，我是皇上新招进来的御厨，我也没有偷听圣训，我倒是听到有人在训圣。您看皇上这脸色，怕是被训得不轻。胡说八道，竟敢在此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来人，明相且慢，他的确是朕钦点的御厨。小人刚进宫不懂规矩，但是小人听说这紫禁城内圣上为尊，若是圣上恕我无罪，是不是旁人就不可以治我的罪？理当如此。嗨，我就说嘛，我们民间都讲究个长幼尊卑，何况是紫禁城内呢？明相大人，您说是吧？皇上，老臣深感危恙，先行告退了。明相慢走，早生歇息。哎呀，皇帝哥哥，你们没事吧？没想到这老东西这么厉害。哼，嘿，你个臭小子，你个境界阎王的霸气都去哪儿了？被狗吃了？那是在仙鱼口，那是我的地盘，这是大内紫禁城，是圣上您的地盘。什么我的地盘？整个朝廷上下全部都是锁党跟明党的人，你说我这皇上当得容易吗？没想到做个皇上都这么憋屈，要是在仙鱼口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早就一个大嘴巴子抽死他。明珠的话你也都听到了，这满汉隔阂若不能有效解决的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范府走卒，所思所想全部都是排除异党，律法王权无不有利于权而不利于民。这大清不能只是满人的大清，而是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大清。哎，你把大家叫到一个桌子上搓一顿，喝点酒，大家一高兴，不就什么都解决了？我说的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大清，这么多民族，光满人和汉人就有多少人，口味也都各不相同，吃都吃不到一块儿去，更别说上一桌了。这还不简单，把满人和汉人喜欢做的菜做一桌子，大家都爱吃，有什么了不来的？屁民思维。等等，说的有道理啊，把满人跟汉人
凑在一个桌上。好办法。皇帝哥哥，你是被那个张金堂气疯了吧？张金堂，朕有一个想法，这件事情非你去办不可。啊！明珠大人。啊。哎，请起。土门啊，听说御膳房新来了个厨子。是。什么来历？一个汉人，叫张景堂，圣上钦点的御厨，可总感觉怪怪的，此人似乎不大会做菜。哦。到了御膳房也不做菜，只是转来转去，而且跟河下小姐是旧识，估计是小皇上的亲信。一个汉人竟敢如此张狂，此人不可久留宫中。小人知道该怎么做了。皇上钦点的菜，呈不上去你负责？我负责就我负责。一个汉人，仗着跟皇上有几分交情，就妄想进御膳房？没办法，皇上这满洲菜吃腻了，就好我这口鲜儿，推都推不掉。哼，只可惜这御膳房里只能有一个掌事儿。张师傅，您这一口鲜儿，怕是尝不成喽。我看不见得吧。我就喜欢张师傅的奇思妙想。张师傅，我老段支持你掌事。说什么呢？支持张师傅，支持张师傅，张师傅就不妥。好，既然大伙儿有了分歧，你我就要分出个高下。啊，由纳兰明珠大人提议，圣上要举行一次御前厨神的比赛，不如就由你我二人代表满汉厨师分别参赛，你要是赢了，不仅赢得御前厨神的称号，我这个御厨总管也让你来做；但我要是赢了，你就给我滚出御膳房，永世不得入宫。景堂，怕什么？给咱汉族御厨争口气，跟他干！嗯，对，跟他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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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啊！不敢就少说废话，以后对我的指令唯命是从，兴许我一开心赏你口饭吃。比就比，谁怕谁啊，干！准备好了。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图门达歇光做御厨就做了30年，御厨总管就做了20年，就凭你这点雕虫小技还想赢他？这御前厨神大赛，明珠早就给朕提过，朕一直没有松口，就是感觉有什么问题。你倒好，给朕坐实了。你要是被逐出了御膳房，那朕交代给你的事情还怎么继续？皇上息怒，我微臣当时没有退路。若是微臣当时不应，这御膳房还是土门说了算。皇上交给微臣的事，微臣始终没有办法去做。而且微臣虽然混，但微臣不是说话不过脑子的人。你有脑子？皇上，你听我说啊，皇上，你听我说嘛，皇上，皇上，你想啊，这御膳房大部分都是满人御厨，我们汉人御厨就那么几个，就算有皇上您给我撑腰，我这御厨也坐不稳啊。这次躲过了图门，下次也不一定躲得过呀。再说了，我张敬堂是什么人啊？
能答应他，会没有应对的办法吗？你有应对的办法？我有秘密武器。小狐狸真够意思，居然派何夏来做的贴身侍卫。你说什么？我是说，你知道为什么皇上派你来保护我吗？皇上说怕图门达先从中作梗，你这次啊，御前厨神的比试只能胜不能败。这只是表面上的意思，你知道更深层次的含义吗？深层次的含义？什么？身为未来的御厨总管，还是单身狗，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呀。张金堂，苏苏，苏苏，开门！苏苏，这怎么了？他这怎么了？我不是故意的。你去后厨打盆水来。好。金堂，金堂。金堂，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喜欢你。其实我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何夏。我喜欢你。贱男人！苏苏。师父，这次无论如何都得请您出山帮我。出山帮你是没可能了，自己硬的擂台就是咬碎了牙也要靠自己把它打完。师父，可是皇上下令说只许胜不许败。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师父，我要睡觉喽。吃我的住我的这么多年，关键时刻居然不帮我，还想拿他当秘密武器呢，现在居然逼我吃老本儿。你骂谁呢？没啊师傅，我说我忘了给您关门了。张大公子，你现在可是奉旨学艺，睡到现在是让我们集体抗旨啊。哎，好苏苏，人家昨天可累了，你饶了我吧。你给我起来。可夏，他交给你了。张金堂，张金堂。张公子，赶紧起来，准备御前厨神比赛了，快起来。这本御膳记录从哪儿来的？我师父给我的呀。难道方老爷子原来是宫中御厨？什么？你这回能不能成为御前厨神，可全靠这本书了。
上京都御前厨神大赛，即开三碗，每碗分别以不同的命题举行。二位所做的菜品不但要色香味美，还要符合圣上的命题。本王担任评判，今晚是比试的第一场，题目是鱼跃龙门，那就是做鲤鱼喽。去拿鱼。哎，没那么简单啊。去啊。你确定要做鳝鱼不做鲤鱼？这可不是什么能拿上台面的食材啊。你是师傅，我是师傅，听我的。好好好，听你的，师傅。这家伙脑子装的都是大海吗？条鱼苍劲有力，宛如遨游在天际，却有鱼跃龙门之势。扣题。王爷，请品尝。鱼肉中带着猴头的鲜香，还有燕窝的清香，还有一味海香是乌鱼子。什么都瞒不住王爷。能让山珍辅佐鱼肉而又不夺了鱼肉的鲜香，只有你这御厨大总管做得出来呀。王爷谬赞。鳝鱼面是里面加了鱼露和松茸。是的时候啊，经常给本王做这道风味的鳝鱼面，是本王年轻的时候最爱吃的夜宵。福晋走了之后，本王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鳝鱼面了。你们让本王记起了最珍贵的记忆。不过，你以为耍这种小聪明就能赢得胜利吗？太小瞧本王了。本次比赛的主题是鱼跃龙门，你却投机取巧，只为讨好本王一人。
你以为靠着这种小聪明的伎俩就能当上御前厨神吗？本王宣布今晚的比赛胜利者是图门达仙。苏苏，都怪你，非典御膳集度上面记载安郡王的饮食习惯投其所好，这下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哎，张敬堂，你怎么狗咬吕洞宾呢？凭真本事你能赢得了图门达仙吗？最起码安郡王喜欢吃咱们做菜，要让你来做的话，没准安郡王连吃都不吃。你怎么跟师父说话呢？自以为是，要不是为了苏苏，鬼才让你当师父呢。行了，都怪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你们都没有错呀，师父。错呀，错在了你们误解了御膳的意义。那您的意思是？御膳与民间的饮食不同。民间的饮食，主要是解决温饱，而御膳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他们的要求不仅是温饱，更多的是享受，甚至啊，包含了许多的文化在里边，这样才能与他们的身份相匹配。所以说，御膳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满足。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下场比试你们就知道了。无门达仙，老夫回来了。树过来干什么？铜匠银耳，他直接从树上采摘银耳，是为了保鲜。专注做自己的，少看腿肘，赶紧干。是师父，师爷。大人，他们那边好像来了个帮手。任他请天翁老子来了，也休想赢。不愧是御厨总管，居然在大夏天搞来冰块。师爷这儿真没问题吗？干活。达仙的这道金玉满堂真是人间美味啊，看看这个表壳，金黄酥脆，爆浆更是香甜滑嫩，再配上这银耳虾仁儿，
好吃，扣题。你这是什么呀？饭？那就真成饭桶了。这可不是有一点意思了啊，简直是太有意思了。这你怎么做的？这是回禀王爷，这道金玉满堂看上去只是普通的五谷杂粮，但实际上是将甲鱼血放干洗净，然后把五谷杂粮和切碎的百合、松茸、火腿的料包一同塞入甲鱼体内，文火炖煮，再将辅料去掉，只取出杂粮和五谷，加入甲鱼浓汤，变成了您眼前的这份金玉满堂。哎呦，想不到你能把这么朴实无华的食材发挥到如此的境界，厉害了我的张敬堂。这一轮的金玉满堂大赛，你们二位无论是从味道和技法上都不相伯仲啊，蒲门的金玉满堂是雍容华贵，真是像金玉摆于盘中啊。不过张敬堂的金玉满堂以五谷御江山设计，更是彰显我大清设计以民为本的原则，寓意深刻。所以本王宣布，本场的胜利者是张敬堂。说你今儿怎么长本事了，方瑞辰，20年没见，竟然还没死。启禀圣上，张敬堂身边打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20年前意欲毒害孝庄太后未遂，却毒死了河夏小姐亲生母亲、齐家普兰心的前御厨总管方瑞辰。什么？你胡说什么？微臣在他手下做御厨10年，绝不会认错。当年圣母皇太后仁慈，觉得他无心，赦免了他的死罪，但为防其造次，将其逐出宫门，永世不得入宫。今日竟敢违抗皇命私自入宫，必是意欲再次不利于我大清皇族，请皇上立即将其收监下狱，以防造次。你与朕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20年前的前御厨总管方瑞辰？师父，没错。小人正是20年前的罪臣方瑞辰。看这回谁还帮得了你。谢谢大哥。师父，师父，你没事吧？师父，我在这儿呢。爹。爹，师父不是杀你母亲的凶手吗？怎么还成你
爹了。没错，20年前被我毒死的戚家蒲兰心，是我死定终身魏国门的妻子，也是图门大仙说了我才知道，何夏就是我和蒲兰心的女儿啊。什么情况啊？20年前我还是御膳房的掌事，年轻气盛的我意气风发，爱上了孝庄太后的贴身婢女齐家蒲兰心。月晨，我俩少不更事，不顾满汉不许通婚的政令，死定了终身，去行了周公之礼。好景不长，蒲兰心身怀有孕，我又放不下御厨总管的地位与他私奔出宫，他只好将我俩的事情跟孝庄太后全盘托出，求太后帮他。孝庄太后本就是性情中人，再加上将蒲兰心视如己出，就把他藏在慈宁宫产子。那后来为什么要杀死娘亲？我不知道，相信我何夏，我没有下毒啊。况且你和你娘是我此生的挚爱，就算我有不臣之心想要谋害太后，也不可能拿你娘的性命开玩笑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我从小就变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何夏2岁那年，因为孝庄太后身体虚弱，顺治爷特地把高丽进贡来的玄参送到御膳房，要为太后煲玄参鸡汤，可没想到却毒死了为孝庄侍菜的蒲兰心。事发之后，太后深知此事不是我所为，但又不能说出我与蒲兰心宫中缠责之事，所以只能赦免我的死罪，却此生不得再行刨除之职，永世不得再入宫廷。我自暴自弃，在街市行乞多年，直到10年前遇到这个傻小子收留了我，才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师父，你这一身的传奇都能写本书了。我知道，我这次入宫面对图门大仙多半会被认出来，不过我也枉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这一次进宫，就是想再次见到我的女儿。老天待我不薄啊！其实，我的女儿早就回到我的身边了，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不要啊，爹爹。我自小无父无母，我怎么能又看到你离我而去呢？皇命难违呀！真是可惜了，景堂，你这御前厨神的第3场比试，为师帮不了你了。you
今晚是我们比赛的第三场，你们二位想必已经发现了，你们后面的食材档都已经空了。因为我们这场比赛有个特殊的规则，就是要用我们指定的食材做菜。这样的规则，您先请。把这些洗了。哎，鹌鹑汤，你看图门大总管拿了玄参，你就挑了这动物中的人参鹌鹑。你这小子真是有点鬼聪明啊！我也请吧。汤还太烫，王爷，不如先尝尝微臣的。哎。这鹌鹑汤就得趁热才知道它的鲜美，你那个别着急，等等啊。鹌鹑汤润而不燥，味浓而不腻，加以药膳为辅，实乃进补佳品。嘿嘿，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入口即化，汤汁入味儿，而且这味道是由近至远，由甘变甜，真。谋杀皇亲，皇上，微臣冤枉啊！微臣做的菜品绝无问题。皇上，微臣尝给皇上看。大人，慢点吃，别噎着，喝口汤。怎么，怕有毒啊？下回试给你看。命令你喝。20年前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杀害普兰星，嫁祸给方伟臣，对吗？你明知玄身罪己离毒，
却想在方伟神前面献上迷毒药膳，为的就是普兰心在吃毒鸡汤时，两种食材叠加产生毒性，这样一来，普兰心一死，谋害太后的罪名，自然而然就降到了方瑞辰头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不是我，加料啊！瑞辰。就算是我又怎么样？我弄死的不过是一个婢女，你弄死的可是堂堂的大清王爷！我说丫头啊，你这血弄得这么甜。20年前，图门达先负责给慈宁公主的宫女做菜，那几日师父给孝庄太后做玄参鸡汤，图门达先在宫女的菜谱里加入了离炉药膳作为剂目。离炉？离炉怎么了？单喝玄参鸡汤没有事，单吃离炉药膳也没有事，但是如果两种东西一起吃的话，就会产生剧毒。那就是说我娘亲的。图门达仙觊觎御膳房掌事的位置，陷害我师父方瑞辰。可是不能凭一个20年前的记录就定了图门达仙的罪，毕竟他并没有把玄参和离炉放在一起，这个只能证明方师父无罪。得想个办法让他自己承认。一比一碗，惊不惊喜？我虽然混，但我有脑子啊。你以为那是真的离炉啊？不过是以假乱真的树枝罢了。来人，把图门达仙打入天牢。20载前借御厨之权毒害齐家普兰心，并构陷御厨方瑞辰，使其蒙冤20年。今判图门达仙绞刑，明日5时施行，方瑞辰无罪释放。钦此。师父，你看这皇家斗善城有多少名厨倒在了这里，又有多少人从此飞黄腾达，走进这3尺宫墙从此平步青云，却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每天都在为2两米挣扎生存。乞丐当久了竟生出这么多感慨，老了，老了。
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皇上，你让我靠美食解决满人汉人之间的矛盾，真是难为死我了。草民琢磨了很久，发现这玩意儿不是一顿饭能解决得了的。我们屁民之间的矛盾存在一天，您那朝堂之上的纷争就逃不掉。因此，草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滚了，滚回民间了。老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奴才就先到民间拿小鲜练练手了。应聘来了，丁大宝。哎，非也非也，进过宫的丁大宝可不是以前的丁大宝，现在叫丁公宝。和尚楼被我那混蛋师傅收了，丁某啊也算失业了。不过现在划算得紧呀，买一送一呀。苏苏啊，我把上次跟师傅对决那道大宝鸡丁改良了，现在的做法比我师傅做的好吃的多。不过这名儿啊也得跟着我一块儿改了，叫宫保鸡丁。你这还叫菜啊？花生跟鸡肉在一起，这能吃吗？这个师爷，师傅徒弟一起跑了。